會咧，即係大賣之餘咧，即係唱多啲好歌俾大家，係啦。嗱，不如講下，即係嚟緊有一啲即係開 show 啦，之餘仲有一啲乜嘢工作動向啦，好唔好？其實而家都係準備呢個 show 為主啦，咁希望咧喺呢兩個月可以修身成功啦。你好瘦㗎喎，已經。為咗演唱會咧，係一定要鍛鍊呢個身體。係。係啦，咁希望以一個最佳嘅狀態去俾大家。有冇少少 target 先？即係可能要減幾多咁樣？希望可以減多10磅到啦。哇！好多人下咁樣。哇！唔係下咁樣，咪你都好瘦噶啦，真係。係。咁同埋咧，啲搞笑嘅，咁即係可能會想即係做下 gym 啊，即係 firm 翻少少啦。咁另外咧就係都會去多啲去練歌啦，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啦。咁就係咯，都係籌備緊呢個嘅演唱會嘅。係嗱，到時咧，我相信喺呢個 show 上面咧，應該有好多咧耳熟能詳嘅作品咧，都會喺度唱啦。今日咧唔單止淨係帶我哋嘅演唱會主題曲俾大家嘅，仲有日落嚟嘅啲歌曲都會送俾大家，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將個時間交俾嘉怡。Thank you。咁我好想咧送一首歌俾我嘅樂迷啦，多謝你陪住我。走咗咁多年，送俾你哋陪著你走，請見。誰說時間撇下變陳舊，全為我分秒亦停留。谁说永不能长寿，陪着我一生到白头，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，陪着你走，一生一世也不分，天天变着脸相拥。多謝上面的朋友啊 ，Hello。
多謝多謝多謝。係啊，喺度再宣傳一下先。嚟緊咧10月25、26號咧，就有一個屬於自己嘅演唱會啦，就會喺演藝學院度舉行。咁其實自己咧都好開心，因為咧喺2年前啦舉行咗一個演唱會之後，今次咧再有機會去開咧，其實我都覺得係好唔容易嘅，因為音樂呢條路咧真係好需要堅持。咁而喺我唱咁多首劇集歌當中咧，其實有一首歌咧，我自己咧都係非常非常之中意，亦都覺得係喺呢個音樂路上面佔一個好大嘅里程碑啦，或者係一個好大嘅意義嚟嘅。咁而呢一首歌咧係一首英文歌嚟嘅，咁就送俾你哋 ，Can you hear？
非常之正啊！我希望大家真係到時見到大家係咪啊？喺大家要做鎖定嘅日子咧，就係10月25日和26日咧，香港演藝學院嘅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裏面舉行。咁啊，到時咧就係分票價咧就880啦、680啦同埋480嘅。咁其實尋日咧喺 Trip.com 已經係可以預售噶啦，正式公開發售嘅日子咧係下個星期三。8月21日，大家記得去撲飛啦！嗱，有可以舉行一個成功嘅演唱會啦，除咗有賴台前幕後之外，仲有好多嘅贊助商咧嘅支持咧，先至可以咧係成事嘅。所以呢個時候咧，一次過請曬咧咁多個單位出嚟咧，同大家咧係做一個咧祝酒嘅儀式嘅。咁包括我哋嘅主辦啦，有義友工作室有限公司嘅 Jenny 啦，另外我哋有請我哋嘅贊助商樂融社代表 Lia， 以及咧東海。紅星飲食集團行政總廚麥嘉偉先生，另外仲有我哋嘅演唱會音樂總監有 Kimmy， 仲有樂手高峰，有請咁多位。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？係啊，係啊，好，咁多位一齊咧望望正中間我哋記者朋友嘅位置啊！好，咁多位一齊望望。我稍時間咧，我數三聲咧，就大家可以舉杯暢飲啦。我哋預備，三、二、一 ，Cheers！ 預祝譚嘉怡 Be With You 演唱會 Good Show 成功大賣。嗱，到時咧，多位 fans 咧鎖定咧，即係10月25日和26日喺香港演藝學院裏面隆重舉行。記得下個星期三21日準時撲飛。嗱，我知道咧，嘉怡咧都仲有少少嘢講嘅，咁啊，因為今日咧有賴我哋一啲單位啦，先至咧得以舉行成功啊！我哋記者招待會將支麥交俾你啦，嘉怡有。咁咧，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到支持啦。咁咧嚟緊咧喺漁心廣場咧，其實咧。都有機會咧，係可以換到我嘅演唱會飛嘅，但係咧就數量有限，所以咧大家記住留意漁心廣場嘅 IG 同埋 Facebook， 就可以睇到點樣去換購噶啦。好，如果大家想睇到譚嘉怡嘅演唱會咧，當然就係留意住漁心廣場嘅一啲推廣之外啦，多啲嚟漁心廣場之外啦，當然要準時撲飛啦。好，漁心你嘅演唱會成功大賣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多謝好，咁稍時間咧，亦都安排記者朋友做訪問嘅，咁啊，咁多位我哋再補多張相俾大會攝影。